单了吧？你看说期待人行道上面，让你不怎样？又完了，又完了，他真的被开违规啊！没有，违规啊！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以为我有违规。然后他们就骑走掉，可走也没走到前前面那边去，然后三个就退回那边。我看你是在那边。对，然后那个金牛座晚上来，金牛还跟金牛往那个班里。对啊，所以我都特地找他来。那五百块要先还我。喂，他会说关我。基本上已经两三年没有开过单了。然后他会说五百块我不还你，可是我可以带你去吃饭看夜景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搭档也不错。对了对了。哇，然后看女生，你看她应该空间里吃两遍，然后看我面。很凶，看我很凶，你会吓到吧？真的吓到，而我不知道说我夸张，我到底要起来还是起来？然后我就继续。没有，你基本上看到相机就会怂了嘛，然后就知道。没有，大概是某一阵，因为我相机可能也很小吧，我又戴安全帽，又戴口罩，因为拍那个那边晃夕阳的时候不能动嘛，然后我又不严嘛，所以就整个这样子，他就感觉很奇怪。哦，我没有开脚架。哦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慢慢的经验。像什么都没有啊，就是放在这边当菜啊。没有没有，那个你那时候那个有朋友吗？没有，就下班刚好下班那天的时候。没有，不是那个，因为有朋友就顺便帮你把那衣服拍下来。没有，还好没有啊。我们真的吓到我了，真的很恐怖。对，莫名其妙被鬼耶，真的是鬼心的。你应该身体还是怎么样？那个不是在鬼耶，我现在没有，那是在那个新庄那条。